大家好，我是 Lyra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我今年30岁啦，我有一个15个月的宝宝，我现在的位置在达拉斯，我来自北京，来美国已经3年了。我刚刚毕业，但是我的老公还没有毕业，所以我现在就成了家庭主妇，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所以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 YouTuber， 记录我的生活，我的成长，我的想法，希望能跟大家产生共鸣。我希望把我的一些感受、生活和经历跟更多的人分享，以此来鞭策自己生活的更积极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，尝试更多不同的挑战。如果你的生活状态跟我很类似，欢迎跟我一起分享。如果你的生活状态完全跟我不一样，也欢迎你以猎奇的心理关注我哦，让我们一起通过记录生活，激励生活。好像绕口令啊，这就是我开这个 vlog 的初衷。在这里有我的日常，也有我为日后重返职场而学习的一些记录，当然还少不了出去旅游的花絮哦。总之，30岁的女人不寂寞，不能停滞。30岁的妈咪更有爱，更漂亮。我一点不介意承认自己30多岁了。让我们一起活得漂亮。Please subscribe, like, comment, and share.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哦。